爆划破天际，甲南海滩阻绝敌军登陆，第一线火炮攻击上场。安盖卢沟区。一阵火墙阻绝先发敌人 IDF 回基地补充弹药，五分钟后就能升空，再度投入战线。接着换第二线，九辆雷霆两千火箭连续攻击，多管火箭车发射到密集，直接一片白烟。往海上看，敌人第二波退进，再度被阻绝。此时阿帕契战机列队登场，现在雷射回波状况良好。地狱火飞弹齐发，专打敌军装甲坦克，连准备抢滩的也不放过。这回甲南操演反登陆，加码发射海神火箭，持续对准目标。让敌人连登陆机会都没有，这回甲南实弹操演来真的，震撼力十足。总统也亲自教阅，感谢所有的我们的国军弟兄姐妹。我说过，国家安全从来就不是靠卑躬屈膝，而是要仰赖最坚实的国防。这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一直平时训练精实，战时能够作战的钢铁部队。虽然因为甲南天后因素取消跳伞项目，但大甲溪出海口地形最险峻战地，汉光实弹操演证明国防决心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